不管是任何年龄段的人，对爱情这个话题始终是非常有兴趣的。爱情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讨论的话题。那爱情究竟是什么呢？爱情很简单啊。好，那你告诉我们，什么是爱情？爱情就是两个字。哪两个字？爱和情。我还需要你讲吗？那爱和情到底是什么呢？爱就是爱在心中，情就是面无表情。